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铁 2.5 飞霄零杀技能消息汇总，强度逆天 T 零预定，击破对剑子巅峰。玩家表示，这还抽个锤子娇羞。崩铁 2.4-2.6 卡池曝光，黄泉即将迎来首次复刻，净流上卫兵毁灭。崩铁 2.4-2.6 卡池曝光，黄泉即将迎来首次复刻，净流上卫兵毁灭。各位穷宝们，最新的 2.4-2.6 版本卡池消息来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即将到来的激动人心的更新。 2.4 版本卡池现状，目前 2.4 版本的卡池由云离和娇羞领衔，复刻角色为花火和霍霍。有一说一，霍霍这位角色可算返场了，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会不会抽取呢？霍霍这位角色目前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亮眼的，虽然不是目前版本主流队伍的最佳选择，但是霍霍强就强在通用性极强，各种队伍都能起到作用，而且0+0就可以有非常不错的表现。下半卡池是娇羞加花火，花火这位角色和霍霍一样，通用性也是拉满。目前花火个人感觉目前0+0也是可以用的，但是如果追求更好的使用效果，就可以抽一个光锥，大家自行取舍。 2.5 版本卡池变动， 2.5 版本将迎来零杀和飞霄两位新角色。由于飞霄与黄泉的定位相冲突，黄泉的复刻预计将在 2.6 版本进行，而 2.5 版本复刻的角色可能是真理医生和黑天鹅。这样的安排可以让 1.0 版本尚未复刻的角色得到一次集体复刻的机会。 2.6 版本卡池预测， 2.6 版本的卡池备受期待，据悉将有一位新的冰系毁灭角色登场，与记忆组搭配。据舅舅的透露，这位新角色可能是净流的上位替代，尽管具体机制尚不明确，但足以让玩家们充满期待。复刻角色方面，黄泉将与一位匹诺康尼的五星角色一同回归，刘莹复刻机会在 2.6-2.7 版本之间，刘莹预计将有机会复刻一次。崩铁零杀技能消息汇总，强度逆天 T 零预定，击破对剑指巅峰。玩家表示，这还抽个锤子娇羞。近期有大佬爆料了零杀这位角色的相关技能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是战技，释放战技时在行动条上召唤一个召唤物，并且立即攻击目标单位一次，召唤物最多可以存在 X 个，召唤物拥有自身初始速度，每个召唤物可以持续一定回合。召唤物这个机制早在景元时代就已经初具规模，本次零杀的设计想必也是为了后面召唤物 C 做的铺垫，而且后面如果推出召唤物辅助的话，说不定景元也可以喝到汤。接下来是终结技，对敌方全体造成攻击力一定比例的火元素伤害，并召唤 X 个召唤物行击一。释放战技时可以使自身召唤物行动提前，释放终结技是使所有召唤物行动提前 100%。 行击二，根据自身击破特攻转换为攻击力和治疗加成。行击三，召唤物存在期间若有角色血量低于一定比例，召唤物可以立刻行动一次，此效果每回合最多可触发一次。综合来说，零杀显然是一个以召唤物为核心带有一定同血能力的丰饶角色，其角色的所有关键点就在于召唤物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零杀的天赋和命座。天赋，召唤物行动时会发动追加攻击，对敌方全体造成火属性伤害，同时即治疗我方生命值最低的角色，在攻击造成击破或者攻击被击破的敌方时额外进行一次全体回复，并且为全队接触一个负面状态。星魂一，零杀自身弱点击破效率提高，处在弱点击破下的 DR 降低一定比例的防御。星魂二，释放终结技后全队的击破特攻提高，持续三回合。星魂四，提高召唤物回复量。星魂六，召唤物在场时降低敌人一定比例的全属性抗性，召唤物消刃值进一步提高。综上，零杀目前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召唤击破乃位。星魂方面，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。